大家好，我是朱一龙。我最难忘的瞬间是2008年的奥运会，当时我作为一名志愿者参与到了这次活动当中来，当时感觉所有的大学生大家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在做一件事情，真的特别高兴，也特别荣幸，也特别的自豪。快来加话题那一瞬间，我永远忘不了的。告诉央视新闻，你最难忘的瞬间。